还洗脸，干嘛？我要吃早餐啊，刚起来，然后我好像发烧了，然后我觉得再过不久就换我了，因为喉咙怪怪的。哦，对啊，我们昨天那个去环球就下雨，然后又玩那个游乐设施，鞋全湿，衣服全湿，什么超湿超臭的，然后开始说我身上有臭酸味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早餐，梅子饭，然后这是不知道什么，它的烧麦，意大利面，还有什么炒面、肉丸。我的，超好喝的麦片，有面，还有甜点的，感觉这样，很好吃。吃饭。这是什么？葡萄的冰棒。草莓的，然后是红豆的，豆贩卖机的冰的好好喝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奈良公园。都不知道怎么走，太复杂了。他五点半的馆，现在四点半，我们还在那边悠闲吃冰。鹿仙贝给他们吃，摸鹿初体验。我懂了，拜拜。超级多鹿，这就是奈良。可以，这人可以吃，它没有味道。你吃太大一口了，在地上超大片。好香哦。对，吃一点点看看，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。可它闻起来超香的。好了，走啊走啊走啊，一边走啊。好多只哦！哦，干娘，干娘，好多好多好多！好，走，好多，好可怕、哦！快，后面好多只、啊！给他顶我屁股！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不过你会怕哎、欸？不会啊！我最怕这种东西。有点怕，让它咬我，被它拽着走。坐啊！好。这个卖最好是台台的，然后这是辣的，然后还吃饼，吃看吧。有点微辣哦。好辣、啊！对啊，很有味道，对不对？它是芥末，它这个芥末味道好重，好呛啊！这个不辣，好呗。我对芥末没有办法，这太辣了，你不能吃辣。来吧，我们这一家店我们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上了。哎、啊，我这是鸡白汤，我印象中跟我认为的鸡白汤应该是要更白、更透一点，它吃起来有点像酱油拉面，是担担面。怎么样？感觉那个比较好吃一点。这个味道超奇怪的。QQ 的终于来了，它也是鸡白汤的，然后是肉啦跟蛋，开吃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挺好吃的。挺好吃的，很咸。我真不咸。啊，你觉得不咸？我真不咸啊，我真不太咸。你要香菜吗？OK OK。可是我觉得你喝看它的汤，对我说你都喝白底的。看它汤的味道超奇怪的，真的。
我应该说没有很常喝。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就是很觉得喉咙辣辣痒痒的。我觉得它的鱼的味道超重，它不是鲜鱼，是鱼有点腥，有点腥腥味腥味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就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爱这种。好啦，吃饭吧。我们现在时间太晚了，10:15，什么东西都没了。刚刚要去吃的寿喜烧，在我们面前挂上大洋的牌子。对，我们现在要走去吃大阪烧。回去，等一下一定会有24小时的，边走边看吧。我们现在一人花了4000块的日币100块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加了多少东西。晚上12点，加油 ，Go Go！ 这边来夹车阿娘。哇！哎呦！这么猛！他要再一次，他要两个重两个台东车下来。哎呀，那你好像是玩这个的神哎！好巧。他的袋子断掉，真拿老痛。他们都很累，我也很累。现在是几点？2点。2点02。要给大家看我们的战利品，咚！我们提回来手会断，那这背包也装满满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开吧。这夹娃娃机也全部倒出来，然后回分啦。我是你们的 IGL 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我现在拍影片，然后你开这么大，你知道让我这一部影片的杂音到底要多？哈哈哈阿尼亚，我们两个都夹到一只阿尼亚，他要把阿尼亚打开。可爱啊！好啦，就到这分一分，累了就不介绍。买了这个乐敦洗眼仪，然后我们都没有尝试过。阿 Q 说他想要弄弄看，放在眼球上面，然后
不吃不吃的，他就眼睛脏脏的东西就出来了。没有啊。我什么想都看不到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现在超人哦，来来，干嘛啦？你叫声超靠腰的。不是他眼睛割，傻笑，这真不能用。